尿酸高的人如何选择降压药、降脂药、降糖药？今天呢，我们给大家用这一个视频把这个事儿说清楚。首先说，尿酸高的人选择降压药、降脂药、降糖药，要坚守一个总的原则，就是不升高尿酸的同时，最好能降尿酸。现在我们身边尿酸高的人特别的多，这个根本原因呢，是咱们生活方式的巨大转变，导致了很多人尿酸高。那么高到多少算高呢？现在如果按照最新的指南说，不分男女，只要是超过420就算是尿酸升高了，也就是高尿酸血症了。那么对于这些超过420的高尿酸血症的患者里头，好多人还有高血压、糖尿病、高脂血症。那么这些人应该如何选择这些降压药、降脂药、降糖药呢？咱们分三种情况给大家说。首先说尿酸高同时有高血压的人群，这些人应该如何选择降压药？按照咱们最新的这高尿酸的指南呢，推荐的是氯沙坦、阿利沙坦、氨氯涤平这些既能降压又能降尿酸的降压药，作为只要没有禁忌症的优先考虑。而对于利尿剂，也就是氢氯噻嗪、隐达帕胺这两个降压药来说呢，不做优先考虑。为什么？因为它们容易升高尿酸。所以说在降压药的选择上，大家可以遵存这个原则。那么说完降压药，好多朋友说你得说说降脂药啊。这个降脂药现在好多尿酸高的人血脂高啊，分两种情况。第一种情况呢，就是你的胆固醇高，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高，你需要控制低密度脂蛋白的这群人，同时尿酸高，可以在自己比较合适的情况下，没有禁忌症的情况下，优先考虑阿托法他汀。因为阿托法他汀呢，有些实验能看到它有降尿酸的作用。而对于甘油三酯高的人呢，如果说你的甘油三酯甚至超过了5.6毫摩尔每升，也就是说高的比较多，可以优先考虑非诺贝特这个降脂药啊，降甘油三酯药。因为它呢，在降血脂同时也具有这个降低尿酸的作用。说完降脂药啊，要说说降糖药。降糖药呢，尿酸高的人血糖问题的挺多的，而降糖药的选择上呢，也要兼顾这个原则呀，最好是不升尿酸同时降尿酸。两类药啊，大家接触的多的，现在而且呢优先考虑的是两类药。第一类药呢就是二甲双胍，第二类药呢就是 SGLT2 抑制剂，也就是列净类的药物，恩格列净、卡格列净、达格列净这些药物。这些药物呢都是可以在降糖的同时有助于降尿酸，所以说呢也被优先推荐。而大家现在用的比较多的利拉鲁肽呢，是不升尿酸也不降尿酸，比较平稳的这么一个比较平的这么一个状态。说完这些啊，张大夫最后还想给大家重申一个事儿，就是说这些药物优先推荐也好，不推荐也好，不是绝对的，因为具体到每个人还有他的具体情况。你比如说我们在高血压领域，有的人即使尿酸高也得用利尿剂，为什么？那你违反了这个原则嘛？你利尿剂本身就升尿酸嘛？因为他不用利尿剂，他血压控制不下来，你这时候就得考虑主要风险，先把主要风险控制住，后头甚至有的人吃利尿剂同时还得吃这个降尿酸药，他就要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，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专业的治疗，这就要具体人具体分析。希望张大夫今天的介绍啊，能够帮到手机前面的朋友，尤其是那些尿酸高啊，同时间还有一些其他疾病的慢性疾病的朋友，希望你们因为这个视频而受益。但是具体到每个人，我建议大家还是遵从医生的意见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药物。而且呢，大家要注意，疾病在早期的状态早治疗，尤其是早期的状态，咱们改善生活方式，没准效果就挺明显啊。实在改善生活方式不行，咱们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专业的治疗，不让它发展到后期的阶段。因为这个尿酸高啊，它除了导致痛风，后期还容易导致心脑血管疾病，这一点上大家一定要自己知道知晓，一定要注意啊，早点去处理，不让它发展到严重的阶段，您说对吗？希望今天的视频能帮到大家，大家觉得好点关注点收藏，也可以转发给身边的亲朋好友。关注健康，关注心理科医生张志颖大夫。